看到世界超乎你想象，旅游住旅馆，不少人可能都认为越豪华越好。但是这家德国的旅馆竟然是全世界最小的旅馆，整个空间包括了 lobby、客厅、房间，只有16平大。不过据说新婚夫妻如果住在这里的话，会永不分离。门口一片金色铜门，看起来和住家没什么两样。推门进去，欢迎光临，你进入了世界最小的旅馆。先从二楼客厅来开开眼界，白色欧洲古典的装潢风格，只摆得下三个人的位子，但饰品雅致，很有希腊神话 feel。 走上三楼小阁楼，就是白色典雅卧房，最大的卖点是有小天使和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陪伴。据说新婚之夜在这儿度过的夫妻感情好得不得了。Wir waren in sehr vielen Hotels, in guten Hotels weltweit, aber man ist immer ein Gast unter vielen. Und hier sind wir die einzigen Gäste gewesen.就是享受这唯一的宾至如归气氛。尽管藏身在德国安伯格镇上的巷弄里，三层楼的入口客厅加上卧室和浴室只有16平大，等于每个空间只有约4平，一次也只能招待一对夫妻。但被封为世界最小旅馆，却是排队排超长。Und es war natürlich auch eine große Herausforderung.历史282年，一晚要价10000块，号称新婚夜入住保证不离婚的世界最小旅馆，已经成为世界奇观。中央新闻李慧报道。